干的地方。然后我本来想给你买点喝的，但是我害怕等的时间有点长，然后就没买，因为合肥今天比较冷嘛。啊，没关系。这个重不重？不重不重。坤他没有带箱子是吧？最高的。他坤坤每次都要举着手，都好累。东西记得吃哦。嗯，我会吃的，都会，信也会看。你家手机没电了。坤只要好好吃饭，好好唱歌就行了，别的东西都不要考虑。嗯，我知道。然后每天要开开心心的。好。谢谢助理姐姐每天都这么辛苦的陪着坤坤。你们不要送东西了，都快拿不动了。因为怕他到路上又饿啊又什么的。不会。他们好多妹子都是花着钱到合肥这边来，就为了给坤坤送一个水果，昨天蹲了一夜。我们都给你发私信，然后这个你没看，你没办法，好多人给你们发私信的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啊。可以啊。他喜欢抹茶。好呀，抹茶挺好。对啊，好的。回来了，我们溜达回来了。你跟坤坤买的什么？买的三个地方的东西，都是合肥能带过来吃的。我想买臭豆腐和猪蹄。冷啊！我买的是牛肉，好好吃，真的好。因为我让坤坤吃了，他就有劲跳舞了。可以吗？坤坤脸放哪都小，放前放后都小，这是我朋友说的，我昨天发的。来，一起拍吧。来，帮我跟坤坤我们一起拍吧。叫你去溜达八方去。对面的桶呢？对面的桶。好了，我帮你拍一张吧。可以帮我拍。我又介绍了一下我家微微家族，上次说漏了一个人，把我骂死了。因为都是一群姐姐粉，我最想。对，你是忙内。对呀。你看我自己自拍都不那么好看。等一下，马上过来。怎么样，樊姐啊？我们就是，我跟你讲，坤坤，你不要考虑这么多，年年就开心就行了。对，我们。会努力的。对，你知道吗，坤坤？你就因为你，然后我就认识，还有花音姐姐，他们就特别特别好，我们都是很团结的。然后我就跟他们现在关系就大家都特别好，大家都是希望你能开心，然后什么东西都不要想，分清楚好多事情的好坏，然后自己一门心思的去追求你自己想要的音乐啊什么的。我知道。关键是最近要开心。因为第一季看见你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觉得你，我就看见你的眼睛，然后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的弟弟啊那种。我是2016年4月份才认识坤坤的，2016年4月份。啊。因为那时候你从来都不看我们的私信，我就没办法。我当时我说坤坤一定会出道啊，坤坤到时候他去那个就是，
对，我比较少，但我比较看评论。然后我就跟说，我说坤坤的那个第一次出道的表演，我一定要去看。然后那天就见你的第一次，然后我说不行，我现在都快中毒了。我说看了一次坤坤，很想看第二次坤坤，就不想让他走了。我不会，我不会。我明星是明星，粉丝是粉丝。都跑回家。等你红到大江南北的时候，这样的机会就少了。其实不求一夜爆红，就希望你们的路能走得稍微顺一点。就是不要出现什么，能不能不要絮叨了，就跟领导絮叨一样。不是我昨天跟坤坤站一起，我回去想哭，因为我好多话都没有，因为我站那个不好意思跟你说，知道吧？我不想跟你离太近，跟你说太多，然后我俩就站在外面喊哥哥，然后坤坤就一直在那玩手机。是吗？是的，就在我俩昨天站那个位置，就你昨天就是花的今天都没有东西可以抢了啊。快剪辑，让短视频每一秒都精彩。